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家雄。2020年1月4号早上8:49，现在直播轮椅爱398集，是2020年7月1号的部分。今天讲第11篇19章，是子张的第六章。子张问善人之道，子曰：“不见机，亦不入于是也。”善人这两个字呢，在论语里面呢，这个第7篇25章，子曰：“圣人叫做。”不如君子，善人不如恒人，不如有恒者。恒，王而为有，序而为盈，乐而为泰，难乎有恒矣。所以恒是最重要的，比善人还重要。善人比君子重要，君子比圣人还重要。这个等比来讲，就在脑部的变化也是一样。所以善人不见机不入于世，像子路，孔子说：“游之色，奚为丘之门。”子路就是个性，就像风萧萧瑟雨瑟瑟，瑟很凄厉，很过度积极，过度急躁。游之学门人不进子路，所以门人就不进子路。孔子说：“游也。”登堂椅，未入于室也。所以，未入于室，登堂，未入于室，就登堂以后要入室，要怎么样？要见机。见机，这个见机是实践的见。我们讲见机行事是看见的见。所以，见机行事跟见机入室，它在意义上是有种磨合的。所以生命的乐章里面，在《论语爱》里面的交集也是有些磨合。所以，在见机入世跟见机行事，就像我在最近的一次脱胎换骨、脱壳换箱，就在8天前，我早上跑6公里很快，吃几种肺部。结果就7天左右的，像重感冒一样，就是急性肺炎在调整。那结果调整的过程中呢，也起起伏伏，因为我还是不得不才当天才休息，不跑步、不骑车、不游泳。那只有2天休息，其他这个跑过以后，就是我礼拜五跑了。上礼拜五跑了6公里以后，礼拜一又跑4公里，礼拜四又跑10公里，礼拜二又跑10公里，那昨天礼拜又跑6公里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讲，你满六九岁的人跑这样很快，所以对肺刺激就很大。以急性肺炎链球菌感染来讲，我应该要吃简体又看。吃什么抗生素？那我在吃中药上的时候，最近的症状是疏节汤，一天在吃10包。那昨天觉得应该是好了，就昨天晚上睡觉8:35呢，就是咳到11点多、11点半，咳了10次，吐了痰，后面2-3次痰还有血丝。我想，哎，非同小可，可不，明天就开始去胸腔内科急诊这样。结果脑子一转，我说不对，服药方法不对，应该来讲要再收敛、再修复了。结果就开始按大络，大络就是左侧的中者一门中者穴，很踏线的时候，我就赶快喝很热的疏节汤。结果昨天后来再加2包热的，再摆在床边。就只要一线，我醒来有点线，就先喝。那如果我不喝，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它就干了，就会咳。干的咳的时候，它就会痰跟血丝就会出来。当然是除恶务尽，但是防患于先，防见于未然。所以像中药的百合固金汤，它是躺下来喝。那有些是喝了以后会有胃食道逆流。但事实上，这种来来去去，它的疗法有它一定的效益，所以见机入世，见机行事，也就这个样子了。